我是郑医生，我是焦凡凡，今天就让我们告诉你谁是我们心中 number one 妆前乳霸主。我这款主打控油，水感质地挤出来成水状，非常清爽，不会有厚重感，瞬间变柔雾感。拜托，我这一个保湿妆前乳呢，轻轻一推就可以均匀的推开，而且一点都不黏腻，讲手机的时候也不怕脏哦。敢不敢用宝丽龙 PK 啊？当然。你的竟然不会黏嘞？你的好像也不错哎，好像蛮清爽。上妆前后，肤色是不是提亮了一阶啊？毛孔几乎不见了，也没有黑眼圈喽。我这样就可以直接出门啦。拜托，我这一款啊，除了修饰暗沉的粉色质地之外，还有那种微微的珠光，让我的脸看起来呢，就会有烹饪的那种光泽感。这是不是就是人家讲的那种贵妇肌？看起来是不是超细致脸，看起来超高级的？而且重点是我这个啊。上下去眼睛可是不会有细纹的哦。谁会说自己脸高级啊？我啊。肚子好饿哦，来吃麻辣锅好了。麻辣锅？算你狠，但我才不怕嘞，我妆前乳一定可以赢。快点，趁现在。你竟然没脱妆，你也没有哎，太扯了啦！你到底是用哪一支产品？一、二、三，原来你也是用 Sofina 样结。我是用控油磁效妆前隔离乳来对应我的混合油肌，在台湾上市后，美妆各大评鉴第一，针对台湾容易出油的肌肤所研发的长效控油效果，不仅能持妆一整天，搭配各种粉底都超服帖，真的是会让人一支又一支狂买的囤货好东西啊！我是用你这一款的保湿款水润磁效妆前隔离乳，它多了让我两颊水润的保湿成分。对于我这种冬天两颊容易干的混合肌来说，简直就是救星。我现在出门都是用它哦，而且样结两款都不加香料，所以你根本不怕脸上有人工香精。哎，真的没有味道哎，超喜欢这种无负担又好用的东西。那应该算我赢吧？为什么？是我吧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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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赢吧？以年纪来说，你赢没错了。那你赢了。好，我赢了，你第一名啊，完全的第一名，耶，第一